ギアラ、はい。と、しびれ、しびれ、はい。ミノサンド、はい。はい、以上で。我刚刚点的是这边一个 Giala， 它上面写的是牛的第四个胃，然后它左边这个是 Shibile， 是子牛，子牛是小牛的意思，然后小牛的胸腺，然后还有这边一个 Sugiyaki 是应该是牛筋吧，应该，最后一个是这个牛的第一个胃是，Minosando 牛的第一个胃。让他看他这个菜单，至少牛的胃他起码有四个。他这家店呢，主要是吃一些内脏的店，比如说他这边的是猪的内脏，然后下面这一圈呢是牛的内脏，里面还有别的什么啊？这边可能是一些肉了。让我看一下它的这一页，这一页上面主要是内脏的一些刺身，那所谓的刺身呢就是生吃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刺身。首先这边是有猪心的刺身，也就是说一个生的猪心摆在你面前，看你敢不敢吃。然后它的旁边呢是猪舌头的刺身，然后这边呢还有牛的牛胃的刺身。就我个人而言的话，我觉得鱼的刺身还可以，但是一些猪啊牛的刺身的话可能略微有那么一些抵抗。哎，好，那我刚刚点的这四样算是已经上菜上齐了，但是哪个是哪个我目前还没有分清楚。最远的这边应该是牛肠，然后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它这个量还是比较足的。好，那下面这个火啊已经是点上了，我先来试一下哪个，先来试一下这个肠吧。其实牛胃的话不要看它挺大挺多的，但是这个一经火烤之后啊它绝对会缩水。好，接下来来试一下这个，我不知道它这个属于刚刚所说的第一个胃呢还是第四个胃。哎，不管怎么样烤了再说。我今天看了一下店里面的这个上座率啊，其实还是比较满的，有成群结队过来吃的，还有像我一样一个人过来吃的，就比如我对面这位老兄，看他一个人吃的也是非常的欢啊。感觉其他几块还可以，但是就这一块的话好像怎么烤它都烤不熟啊，而且它这个肉比较厚，我估计这个要多烤一会儿。感觉烤了好久还没好。好，感觉这块长得比较像肉，我先来试一下。尝了一口感觉焦焦的，还是比较好吃的。那在所有的这些肉里面我对这个还是比较熟的，因为它是我经常吃的嘛，以前经常吃，它是那个牛的第一个胃，日语叫做 Mino， 它嚼劲非常好。这块东西我吃了半天还是没有吃明白，它感觉里面都是
都是像肥肉一样，因为它很厚嘛，所以烤了半天它里面还是没有熟。这边除了一些内脏跟肉之外呢，还有别的一些算是小菜吧。比如说这边的有一个味增黄瓜，还有豆芽，还有白菜的 kimchi 是泡菜。哎，看到这边有一个牛肉煮豆腐，要不来试一下？啊，先生，牛肉煮豆腐，はい、以上で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我刚刚点的，点了什么啊，对，是牛肉煮豆腐。看它这里面汤汁比较浓厚啊，比较红，不知道辣不辣，我觉得应该不辣。尝一口，尝了一口之后发现它里面是确实是放有胡椒的。整体这个辣度应该算是微辣吧。它这个牛肉啊，煮的是非常的入味，感觉就是在像在吃红烧肉一样。好，现在终于是吃完了，其实这顿饭吃的还是比较饱的。店的名字呢叫肉粒屋。然后在他门口啊，他这边有一个看板，上面写的是他还提供晚上的这个定时。这边定时其实就是一些便当了，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是，还是略有点小贵啊。比如说上面这个是1000，然后下面这个是猪肉的，是950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